故宫国宝由彰化2.0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开展，这是彰化建县以来故宫文物第二次来到彰化展出。县长王惠美、故宫副院长及艺文大师等人与会。王县长欢迎大家来看翠玉白菜等人气的文物，并体验最新科技的新媒体艺术。故宫国宝由彰化2.0民调选出乡亲心中最想看见的故宫文物，在彰化县立美术馆一楼展出，包括众人耳熟能详的清朝翠玉白菜、位列国宝的北宋阔寮玉龙纹盘。2020年，故宫文物首次到彰化展出，票选最期待看到的文物第一名，英国18世纪钟表化妆匣及豪芒巧雕之作清前旗陈子云雕和桃壳花篮。我们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的这个翠玉白菜，还有国宝级的我们的这个玉龙的纹盘，那以及呢大家很喜欢的18世纪的英国的这个化妆盒、哦、那以及呢还有一个很细小很精致的我们一个这个核桃盒里面所做的一个这个雕刻。那我们县政府呢也把我们的一些文化风情也并在这一次的展览，包括有细木作啦，有我们的一些石雕啦，一些相关的一些部分也一起来做配合。处于一楼展出4件人气文物，美术馆3楼及5楼还有新媒体艺术展，包括长卷书画、动画、多媒体互动、VR 等等，提供民众全新的观展体验，跳脱静态的欣赏，让民众更亲近艺术。那新艺术媒体总共分了5部分，那其中有好几个呢，都是得到那个世界级的白金奖，好、哦、像有一些短片，儿童最喜欢的，还有一些呢，我们又非常用心的以富春山居图 AR 的一个结合，来结合呢莫奈，还有那个梵谷等等的这些欧洲的作家，那把他们的那个 style 呢，用他们的方式，经过 AI 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创造一个所谓的富春山居图来做一个比较。彰化县长王惠美欢迎大家把握机会，于2月28日前前往欣赏故宫人气文物，并体验最新科技的新媒体艺术，感受故宫人气国宝的新风貌。记者从新义彰化县采访报道。